别管我爱人是怎么回事儿，你想想，还都想我爱人不行，完了呢还都指着我爱人。我跟你说，景老师啊，那我指着，就你说我不行，没有说我不行，对，对你不知道好赖我相不是，就关键咋的？你话说的有点太那啥了。其实吧，就你认为我不行，剩下其他别人没有说我不行。一直叫我爸不错，包括踢呢，人说爸爸行，没说我不行是吧？是不是？对，你们要谁是什么时候心里不行？我说我的意思，你听我说，我说我爱人怎么不行行，你们都得拿我爱人当回事儿的。你看，我爱人身负重担，你想想，人家自个的老妈是不是得指着人儿子？我爱人，我的老头，我别管说他咋地，我是不是指着？另外，你露露，你爸跑前跑后的，又你公司有啥事儿，得你爸帮忙，说一句就好使，开车增加去，还有。你爸辛辛苦苦的去你那儿去三年了吧，是不是来回给你接孩子送孩子，有的时候还得，虽然你奶不需要照顾，你奶自己刚强，他觉得不需要照顾，但是呢放到我和你爸身上，我是非常惦记你奶的，我这是发自内心的话，咋说，岁数大了，明白不？谁想跟我爱人说话一口一口的往后上，往后退，谁也没有，就你一天呢，我没说说啥还没说呀。真就是，就你妈一口一口，那反正就必须得要把我给支配的淋漓尽致。咋的呢？我说的，妈，你说你们指不了好赖，不是我不指好赖，该咋是咋的。那我人家儿媳妇儿子对他爸都挺可心，都挺尊重。这媳妇儿不可心，尤其踢呢，老尊重他爸了。那倒是，这媳妇儿不可心，尊重他爸就比尊重你都行。我说这番话意思是啥呢？因为吴刚喝点酒，我怕吴刚，我就怕露露跟他爸急歪的。我可没有，别人谁也没说我爸咋地。都是你自己说的，你自己说你老头这么大呢，你让我爸说。对，我的好与不好都是你妈给我，都他说出来的。对，说出来的。但是呢，其实吧，我跟你说，我这老头，我在任何人面前我都是好的。那是。就在你面前，我就是不好，表现不好。一般。我说你看，你跟我说，人母都没吱声。那谁不一般？那谁不一般？对。这问题吧，听着，暂时我还回答不了你。因为在我心目中没有不一般的，你不知道好赖。我说话的意思，我就怕像是，我知道你向着我，但是吧，你向着我那个目的不纯。你就想法，你那个想法和那个你的目的又不纯，思维说的话，跟你的想法不一样，他说。其实我简凤说的话吧，对你有好处，恐怕露露对你不敬。那可能吧，我儿子他开玩笑，开玩笑的，那可不会。我会当老头儿，他不会当老太太。老太太，儿子大了会做自己的事儿，我不参与。没有破格的时候，我不吱声。你是啥呢？任何事儿你都参与。虽然他大了，但是呢，在我的眼里还是小孩。他所做的一切，我很怕我儿子呢，一个是多挨累。一个呢，我怕我儿子呢得操心。作为咱们来说，已经是老龄化了，跟他们的思维和那个所有的做事方式都不一样了。那你再去干涉他，你再去那啥，那我爸说的太准确了。你现在吗？很多事儿你都属于干涉呀，真是这个词用的太准确了。干涉人的事儿，你不需要参与。但是呢，已经跑开主题，离主题了。没离，开始说的正确的主题还是那个。你呀，吴刚啊，你虎啊！我不虎，我比你见多了。你可真虎！我要是跟你一样虎的话，我跟你说那就。你看，我维护你呢，吴刚，你等来等去，你还给我上上去。不是，你说我不用你维护，他没人对我不好。是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你没人敢对我不好。不应该搁这场合说，明白不明白？那咋的？你意思咱俩再还得掰扯掰扯吗？用不着现在说。中了，我可不欺负呀！你不知道好赖的也行。妈呀！我整上不知好赖。什么说白了？谁呀？咋？闭上这老嘴吧。